这个世上真正的心有灵犀，是懂得，是知心的人。如果有人懂自己，那该多好！爱你的人不一定懂你，懂是心灵的陪伴，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，理解你的苦衷，懂得如何安慰你。因为懂得，所以不离不弃，精神有寄托，累了有依靠，有人愿意读你的心声，让你的心变得温暖，不再孤独和寒冷。懂得不再需要伪装，可以无话不说，掏心掏肺。一个再坚强的人都有心的柔弱，只是没有遇到懂的人，不得不伪装成坚强的样子。有人一直都在，不在身边，就在心上，不管走多远都牵挂在心。谁都有难受的时候，多么渴望有人给一个笑脸，发一句问候，哪怕是简简单单的晚安。其实我们想要的并不多，只要心灵不再孤单，有人理解自己，给自己一个鼓励的眼神就足够了。但这么简单的愿望依旧是那么遥远，懂我的人一个就够了。如果注定遇不到，我唯有孤独着，把自己伪装成无所谓的样子，挤出一点点笑容，继续前进。只是没有人知道，我笑的时候心在流泪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